哎呦，这今天没少整啊。怎么样？行，比我们整的多。这点成绩，比您整的多。来，许媛上货，快！我们样数占优势，虽然数量不行，质量好。样数占优势。啊，自己奶奶。来看这一筐是啥？看看我们整了几样吧。猜一猜，脱了核桃就核桃。被我奶发现了。看看我们有多少？发现了，山芋头、啥核桃。嗯，呀，人家他还认识这玩意儿呢。来，嗯嗯，比我强。来，我他妈来这嘎这些年了。然后还有这玩意儿，还有最最好的一样东西，我刚才没拿上来。看看这是啥？葡萄。呀。山葡萄，野生葡萄，嗯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果。虽然东西不多，样数不少，哎，就是他想吃哪样都能解馋。还有核桃，半筐核桃，嗯，就是。哎，燕子端那筐挺沉的，他说人家猜是啥？你说别人都是啥呢？啥东西？哪有那么沉吗？只有核桃那么沉。大棍肠这个老好吃了，这葡萄。嗯，你要端那个东西，要是这个东西了，那就值钱了。我踩那点山芋头还挺好呢。这点山芋，一会儿埋上它，来吧。你要是踩那么老些个山芋头，这么捧着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发家致富了，我就天天上山采。好，你想吃哪样都能解馋。嗯呐，想吃哪样有哪样。哎，我们就碰上一颗那个大葡萄架，我大姑姑上去够的。那个葡萄架子在搁哪？就搁咱们那个。35头拐弯那儿，嗯，你往咱店采五味子那个大片那儿，嗯，那嘎葡萄架多。今年还不错呢，你们俩这些能晒个一斤？真你说的，真是，给你玩儿。一斤，怎么也不得晒二斤。嗯，晒上它去吧。你俩今天真没少采呀。嗯。我们上那个山啥都没有，刚开始我说那实在不行，咱们就采点核桃上去吧，别空筐啊。那是不行，就是不空筐就行。看着啥都采，嗯，啥都采，上山都是那样，光咱那样都那样，他们也是见啥采啥，嗯，光整一样的怎么？应该也是五花八门，啥都有。你俩今天采这点小蘑菇不错呀，相当的不错了。都是精品小蘑菇，有没有蚊子？今天山上没有，今天少，是没有还是少？少，这不可能没有，一个半个，没有不多出来吗？我就说奶，你那片山哈，蚊子就是多，俺今天上山一个蚊子都没有。他知道你上山了，他想那个什么，试验一下。嗯，就是我上回我咬你，这回不咬你。咬不咬我？你那个山上的蚊子都多，俺今天上这片山一个蚊子都没有。换工种了，二尺钩子用上了，干活去。咱走道去，就在那哈儿。挡着车，这是进车得登记，我们俩都登记完了，你看，必须遵守纪律。那时候你还拿个小本本在这记呢，现在人得记你了。要求办事吗？嗯，人都一样，工作就是这个工作。山清水秀，你的故乡，这是你的故乡，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还是你出生的地方呢？这地方，大手都给薅出来，好刨是吧？舔的满地都是啥？上面这是啥菜？猪菜，喂猪的。俺可小时候可没打过酱菜喂猪。人家是种的，跟酱上的菜，是喂猪的菜吗？不认识。看啊，我们今天来干啥来了？刨猪菜，这是猪菜刨了，刨鬼子姜。我们今天，有朋友们说还要吃鬼子姜，所以他大姑父就来给刨鬼子姜，出来了一个。咱把那袋子拿下来行吗？你刨我捡。阿信，你别说这个，还挺好的，挺大啊。嗯，我去年白松土了，
就说他今年再不给你长大点哈。嗯，不好。这鬼子精。他大姑父在这刨鬼子浆，为什么叫他鬼子浆呢？说鬼子种的吗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咱这瞎说的。应该是啊，不说鬼子种，那怎么叫鬼子浆呢？俺妈一出生就有这玩意儿。嗯。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啥玩意儿，都叫鬼子浆，人家都叫鬼子浆，咱也叫鬼子浆。经过我们俩小时的奋战，是不是咱俩跑了得有俩小时了？哎呀，那一个大的。看藏在那里一个大个儿，在这儿呢。这小鬼子浆刨的，再刨俩小时就回家吃饭。经过我们一上午的奋战，是不是、啊、他大姑父啊？哈，一上午，终于把这个小山丘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了多少？这是三分之二。走，我这兜里还一点。下班了，回家吃龙虾鲍鱼。这小屋现在整的，你看这小房。尚文君，你这一退休了，你看人家这小房现在整的。那你那么老没进步，哪能行啊？咱就逐步改善，你越来越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看人现在挖坑要种葡萄了，啊？他是栽啥葡萄？挖这么大坑啊？挖埋柱子？他埋柱子，爬整杆儿爬呗。哎呦天，这你都不知道。你看这小屋刷的溜干净。哎，这微菜那时候他怎么不采呢？采了咱好能干啥时候吃啊？不知道采的时候，人家现在正养呢。他你看，最起码的人亮亮堂堂的，你看干干净净的。买这一屋就俩人啊？那你准备要几个人啊？啊，这么改的。哎呀，人这小屋，你快再回来上班吧。你看人这小厨房，也干干净净的。这许社这么干净，就真的很不错了。有了不地了。看看人家连洗澡的地方都有，啊、嗯，洗澡的地方都有。哎呀，这不比原先好百倍呀、啊！比原先干净，啊，真干净。上回就是再回来住两天吧。我觉得不行了，现在不允许了，走了就不允许回来住。我们这有规定。你再回来干吧。啊，你退休了，你只能过来看看，但是你不能搁这住。你说他去年整，你是不是还能住几天啊？不，那领导看了，就是早整一天，晚整一天，它不一样。先来点葱花，点姜。今天还没有蒜啊？没有，咱家已经倒蒜倒好几天了。豆腐，哎。危险动作，请勿模仿。这是专业动作，请勿模仿。然后给它斜刀，还切斜刀啊？打上薄片儿，我们放点水，然后水里边加点盐，然后把豆腐放里，开锅了，然后给它捞出来。你看这炖豆腐就嫩超的。就加点油，然后葱姜，然后加郫县豆瓣酱。不愿意用郫县豆瓣酱，用点辣妹子也行。然后加水、盐、鸡精、味精、蚝油、酱油，调一番。加水淀粉，豆腐搞里头。最后再来一勺灵魂辣椒油，出锅淋点麻油，出锅，这个菜太下饭了，必须的，尝尝吧，这是饭店算是比较实惠的菜了。你最近做的菜哈、啊、又快又实惠，必须的嘛，什么尖椒干豆腐了啥，哪天再给你做尖椒干豆腐，都是男人爱吃的菜。你这菜也不太对呀、啊、咋了？我看人家那顶上都是切小番茄，然后还有肉末
呢？媳妇儿，那叫麻婆豆腐。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说你要的是麻辣豆腐。我以为是一样的呢。来吧，凑合吃得了。哪天我给你布置。你这玩意儿麻辣麻婆都没整明白。我以为是一样的呢。你知道这个菜的正确吃法是啥吗？不知道。把它豆腐摁碎了，嗯，滚着饭一起吃，就这样。嗯，真香。